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認為應該進一步收緊抵港人士入境前陰性檢測時限到24小時。72小時咧，呢、這個你睇翻而家 Delta 變種病毒嘅形勢下邊咧，係過時噶啦。咁內地咧就佢自從有咗呢、這個南京機場相關群組啊，咁大部分地方咧就都已經收緊咗好多噶。咁你就睇到澳門、珠海就收緊到12小時啦。有好多其他嘅省份咧就24小時，多數都24小時啦。有部分就48小時咯。咁所以72小時陰性檢測咧就參加回港，而呢個我覺得要收緊咯。咁你最好咧就收緊去到24小時啦。如果你做唔到24，都應該48咯。如果你同翻喺當地咧，佢落實個措施24或者48小時咧，就大家一致化咗，佢會安全啲咯。